送给你了吧。我这个车，你说，我这个车现在卖的话，你像那个二手车看起来像我这最多卖10000块钱。我现在要是卖的话，还不得开下来，然后再开个三四年、4、5年，直接就行。单位那个高温的原上，高温也那个封沙现在已经修好了。我现在如果是卖的话，10000块钱卖不到，还不得让你开下来。我还有一个钱，这车你开完吧，一点事也没有，靠高速还是哇哇叫。稍微不远有，你也不经常开，确实。没事没事，结果还得下来，你也能开。随便打我的车，随便打咋打都行。我这个车如果卖给那个二手车来。卖个人家我也不舍得了，你开的我也放心点儿，就变净了。我去给你买个避风垃圾吧，一会儿打了还明亮了，行。大伙你开的这个车啊，家里边来好几年还也方便了，对吧？这车办法，俺爸开的我放心，我要是卖了，我不行不开了，这车只能我让给你了。